蟹用雨节，去头蟹用雨节，雨节洗发水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南孚电池31年销量领先，升级聚能环四代，南孚烛光不息。叔，里面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抓人呢。抓到了还是跑了呀？不清楚。我这也能先放您这儿吗？我一会儿过来拿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啊。这小子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年头，我动不动就抓你。队长，谁哪回来了？谢红卫在屋里了啊！你说什么？谢红卫在屋里了。入秋顿凉，若家中生变，勿念。愿你桥都坚固，隧道都光明。族长，族长，这是我登记户口的收获，这些都是作废的，还没有到公安局注销的户籍卡。这几个是空户，户主已经迁去外地了。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，之后我会把它销毁。不管发生任何情况，都不会再有人使用这张户籍卡。一星期以后，你只需要到户籍科按正常程序去注销了，其余的什么都不用做。我知道了。你小子是不是想问我什么时候结束休眠状态？什么时候？还要再等等。中央已经派同志到上海来做组织重建工作，但是毕竟白区破坏的太严重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。如果不是这次情况过于特殊，我其实都不应该拜托你来帮我提供证件。我明白，我也会耐心等待的。
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吗？我不知道应该找谁。你在上海没有亲戚吗？你父母的朋友呢？我都不认识。不过我有一个法语老师，可是他前几天就已经离开上海了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我现在也不能回自己家了，是不是？你睡卧室，我睡沙发。哥哥，你是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？嗯，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，在此之前你都可以住在这儿。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，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，同意吗？同意。你读几年级？小学二年级，我八岁了。如果有人问起，对外就说我们是兄妹关系。嗯，好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华珍。有事儿。华珍哥哥，你一个月的薪水有多少钱啊？什么？有很多吗？我一个月40块补贴，不知道多少算多。华珍，我有事相托。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？至关重要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哥，是我。拜托你帮我打听一件事儿。
我出去一趟。你应该少出门走动。但我有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打。我知道你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，但在凶手被抓的之前，你最好少露面。要不你跟着我？我说过，我只负责你的吃的住的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负责。好吗？小妹妹，你怎么是一个人啊？你父母呢？他们怎么没有陪着你啊？他们住的房间呢？哦，小妹妹，你一个小孩子在我们饭店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是要担责的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把房间号写下来，万一有事儿啊，我也好通知你的父母，好吗？嗯，写在这儿就行了。姐姐，我父母都在楼上，我接个电话就走，我不会乱跑的。嗯，那好吧，谢谢。歌词我只有这么多了，都给你吧。谢谢你，一墨。我现在能找你借一点点钱吗？就一点点。多词给你，这些钱我会还给你的。你爸爸妈妈呢？那个罗岩在家吗？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是玉白吗？好，谢谢韩玉白。多词我只有6.2块，都给你了。谢谢你，玉成。不用客气。再见。再见。晚上就没精神，用肾宝片，精力旺盛，他好我也好。汇仁肾宝片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你一整天都没出门啊？没什么地方可去。哦。拜托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？你不问我啊，我还要告诉你呢。邓明远惹上大麻烦了，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，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。什么麻烦？他被查出是共产党。他来爸爸生日宴那天，出门就被带走。党务调查处的人已经来过家里找爸爸，家里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调查。谁把他带走了？这很重要吗？我知道你以前老把邓明远说成是你的恩师，但是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，好吗？他不可能是共产党。
他曾陪伴西安总理北上，又跟着委员长东征北伐，他有信仰有资历，他怎么可能参加共产党呢？是啊，所以说他糊涂啊，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，非要去投奔共产党。哥，如果他是共产党，那些人会拿他怎么样？如果他真是共产党，他跟他身边的人都得掉脑袋。对了，我还要问问你呢，你到底是自己跑去上海玩的，还是邓明远委托你干什么？怎么那天你们一见面你就跑去上海了？就是在家待得无聊，想出来逛逛。哦，对了，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小孩，他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。如果我把他带回南京，我去舰队报道的时候，你们方便照顾一下他？你能认识什么小孩？是不是邓明远让你去找的？华珍，我现在正式警告你，邓明远在上海也有同党，你不光要跟他划警戒线，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。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，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。就是随便遇到的一个小孩，我随口问问。哥，如果老师是共产党，他在踏进画家的那一刻就知道脱不了身，你说他为什么还要进来？共产党不是你能搞懂的。你不是还有一个月就要回舰队报道了吗？你想看电影、逛庙会、吃八宝鸭、糖醋鱼，随你，玩够了马上回南京，不要半夜里瞎打听，听见了吗？知道了。邓明远惹上大麻烦了，他被查出是共产党，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，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。读破千卷，神交古人。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，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。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，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。先生，收据您拿好。谢谢。手续我已经办好了，也预留了足够多的房钱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一直住在这儿，多久都行。一日三餐都可以去饭店的餐厅吃，这儿厨师手艺还不错。刚刚我看了报纸，上面说市工会和商会的代表已经向公安局请愿，要求全力缉捕凶手，维护上海治安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案子没有人管。那个坏人他自己穿的就是警察的衣服，警察真的会管吗？至少报纸上是这么写的。我和爸爸妈妈搬进文华饭店以后，他们从不给任何人开门，要不是因为那天凶手穿的是警察的衣服，他们绝对不会开门的。你的父母除了报纸上写的沪上名商之外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身份？别的什么身份？我爸爸妈妈他们开了一间很大的药材厂。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算了，这报纸上还说你有可能也遇害了，消息有误也好，起码凶手不会知道你的下落了。
走了，你就可以去下面的餐厅吃午饭，直接拿着钥匙去就行，不用付现金。钥匙睡在桌子上。花生哥哥，如果我给你一些钱，你能在上海多留一段时间吗？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下来。借我的车已经到了，我。这个信封里面有23块钱，是我找同学借的。他们也是小孩子，零花钱不多。我已经找了所有我能找的同学，一共只凑到了23块钱。这条红宝石项链是我6岁的时候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逛庙会，我自己挑选的生日礼物。我用这些全部雇你替我找凶手，行吗？你昨天出去打电话不是在给自己找落脚的地方。我也已经有床睡觉了呀。华筝哥哥，你说过你每个月能挣40块钱，我不知道这条红宝石项链能换多少钱，但这是我现在有的最好的东西。我用这些雇你一个月，行吗？对不起，这是玻璃，不是宝石。这本书我看不懂，我想把它送给你。华筝哥哥，谢谢你救了我。Thank you.
人。好久不见，阿姨。注意态度啊！我现在可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。韩处长，闹着玩的，走上车说。你昨天给我打电话说那案子，我打听了，确实是十六部分局第四警察所立的。你跟被杀的那对夫妻认识？不认识，就是有人托我帮忙打听。这案子是有点不一样，那对夫妻在上海很有名啊，按理说这种大案应该直接上调公安局，不会在一个警察所立案。我去他们总局打听情况，对方也是跟我避重就轻，按理说我都亲自去了，如果只是个普通的刑事案，多少看在我们家面子上，也不至于跟我保密啊。所以说可能是有问题的。说那对上海的夫妻很有名，你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吗？明面上那些头衔就不说了，这对夫妻没有党派，但跟政府官员来往很多，可能是因为生意的原因吧，跟海军部的人关系尤为密切。我说你小子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呢？要不然干脆我给你出一招，公安局正在招新警员，你直接安排个人去应招当警察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兵不厌诈，撬不开敌人的嘴，咱们就打入敌人内部。这不是谍报侦察课学的吗？啊！我跟你开玩笑，那么严肃干嘛？我知道，你想。警官，您说的孟多慈这个名字查不到，但是前两天确实有个跟他长得很像的女孩在这里打过电话。我当时啊看他一个人，还多关心了两句。我当时让他把房间号写下来，他写了一个五，但是又抹掉了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了。劝你朋友一句，别太好奇了。这个案子的复杂，恐怕不在案件本身，而是背后另一个隐情。知道了，谢了，一路顺风。前往南京的火车马上发车了，请各位旅客抓紧紧。前往南京的火车马上发车了。请各位旅客抓紧紧。
各位旅客马上就要发车了，把行李放好，注意安全。乘客请注意，行李放好，马上发车了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马上发车了。各位旅客提前出示一下证件，马上要检车票了。多此，多此是我。多此，多此，你好，我之前住在530房间，有个跟我一起的女孩，你有看见她出饭店吗？就大概这么高，每天穿一粉色的衣服，梳了两个辫子。她是不是心梦？你怎么知道？刚刚有位警官来过了，也是打听您说的这位小女孩。她被她带走了吗？我没太注意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好，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？你看看，多姿，说我明明挺好的人，现在怎么乱七八糟的？对啊，我刚才来的时候这门还是开着的，不晓得谁这么无理。孟多慈，孟多慈，是我。我们去哪儿啊？换个地方住。凶手是不是还会再来？如果他要是再来，我就去向饭店的人求助。
他们说不定会帮我，可我要是走了，凶手不就找不到我了吗？不管能不能帮你找到凶手，我都不可能拿你当诱饵。怎么了？你要留下来帮我，你不走了？反正已经错过火车了。你好，请问还有空的房间吗？有的有的，刚好还空着一套，不过咱们这房租有些贵啊。价格不是问题。先生，您找好公寓还真是来对地方了，方圆几条街就属我们这最好。我们这儿呢不但安静，而且住客都是些有身份的太太先生。您这间房间呢租金是贵了点，但也是最好的，屋子里该有的都有，连电话都给装上了。哎，请进，您随便看。这间公寓平常进出的人多吗？您是担心丢东西是吧？请放心，来人都要在我这登记，混不进小偷。好，这间房我要了。您先登记一下，钥匙您收好了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。好，谢谢。我之所以来上海，是替一个人来送书。直到我看见书里的传票和证件，我才明白，我送的不是书，而是你们一家人活着的机会。他是你很重要的朋友吗？比朋友更重要。对我而言，他就是像启明星一样的人。现在我决定留下来，有两件事得告诉你。第一，因为一些原因，我不能带你回南京，也不能把你交给福利院或者寄养机构，因为这很有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，所以这段时间你只能跟我待在一起。好。第二，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。好。可我不会照顾小孩。我也不算小孩呀。行吧。
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些疑惑，也许抓到凶手就能找到答案，但一个月之后不管能不能抓到凶手，我都必须回南京。这是你的新证件，这段时间你就叫黎秋实这个名字。那你呢？别怕，也不会太迟。